这一段是要跟大家说明这个 LeetCode 的转换范例，就是将 DVD 的这个 ISO 印象档转成 MP4 格式，然后是使用这个内嵌写死式字幕，就是将字幕写死到视讯上面，或者是那个烙印，将字幕轨烙印在那个视讯轨上。那个，看一下，这一篇的这个教学网址，因为有一些连结跟图文说明，那个教学网址在这个连结，等一下就到这个页面。好，那前面这边大部分重复啊，就自己看一下。那 ISO 印象档该如何打开？参考一下这一篇，好，这样看一下我已经开了，就是在这个 ISO 印象档上面，滑鼠右键开启档案，档案总管，它就会把这个模拟成一个槽位啊，好，模拟成一个那个磁碟槽，或者是磁碟机，好，虚拟的啦，虚拟一个。好，这是我们要了解，就是说我们在用那个影音转换软体，它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在跑的。那这个环节好了之后，我们打开这个 LeetCode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地方，这就是说，因为我这个影音转换软体这个文章不太好 key，我已经这个这一篇了。还有其他的片都是修过三四次，那后来是弄成就是说一些那个重复的有没有？我都要弄一个连接，弄一个连接这样子，他去就是到另外一篇去看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打开这个 LeetCode，好，点击。执行开，视窗的调整，参考一下这个连接。那这里有两种打开方式，一个是点击这个 DVD 资料夹，或者是点击磁碟槽位。只要能抓到这个 IFO 讯息档就可以。那这个地方参考一下这一篇，好，参考一下这一篇。那原则上是指到这个目录就可以了。Video 至底线 TS，它会自动去抓这个目录里面的点 IFO 讯息档，参考一下这一篇，那个了解一下它的运作原理 DVD 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指到，哦，这个有没有？它这边 DVD 那个斜线蓝光这个，好，然后指到这个低潮。然后 video TS，那在前面的教学有说过，好，这个地方可以切换，原则上弄到清单比较好检视，或者是详细资料这个地方，然后只要弄到这个目录就可以，video 底线 TS 这个目录，它会自动的去抓里面的那个 IFO 信息档，好。那这个地方，我先说一下这个音讯轨的部分。那这个界面操作，参考一下这一篇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先缩小。正规的 MP4 格式只有一条视讯轨跟一条音讯轨，所以说，我们只需要一条音讯轨就可以。因为这是属于那个内嵌的，或是内嵌，或是叫那个烙印，或是写死都可以啦。哦，那个内嵌。好，那音讯轨的这个参考一下这一篇，参考一下这一篇。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，因为我现在要做那个 MP4 的，
所以说一条就可以。好，这边是缩小跟展开这个按钮。好，箭头，好，这样子。中文好，一个是那个普通话，一个是粤语。好，这个怎么弄？怎么判断呢？参考一下这一篇文里面有写。好，那我已经确定这个是那个，就是我们的国语啊，就勾一下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把它指出来。那这一篇是 MP4 的，封装格式 MP4。然后这个音讯码这里，好，我设好了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来是字幕轨的部分。应该是先讲视讯轨啊。因为我这边已经设好了这样子，那个部分我重讲啊，应该是这个视讯、音讯跟字幕这三个有没有？就是你个别的去弄啊这样子。那我就是那个重弄啊，这边点击一下。那在前面的教学我已经那个有说过了，那我们主要是那个转成那个 MP4 的话，我们用那个看你是要用那个一般的 720P，或者是因为这个是 DVD 的话，一般用 720P 就够了。假设你要用手机，我先用这个啊。DVD 假设你要用比较好一点的画质的话，就用这个 HQ 高画质这个，然后好了之后另存为。好，在前面的教学说过，然后那个我的设定，然后这边写一下那个高画质啊，好。好，之后就到这里了嘛，只需要调一个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，缩放至目标大小，要不然它会使用这个那个 DVD 的那个尺寸啊，它不会去把它那个放大，这个地方改一下就好，改好之后这边会有个星号，星号就是代表没有储存，那个参数没有储存到，点击一下储存，那这一篇。是 MP4 格式嘛？内嵌我要内嵌的，通通都是 MP4 格式啊。封装的才是 NKV。好，这个地方改一下，然后切到 MP4，然后音讯编码。好，音讯轨的只需要一条 AAC 立体声，然后这个地方我用这个啊。我要把它展到那个极限，AAC 立体声，我没有勾吗？它怎么不能切128？哦，有那个 bug，哦，这个是可以切128的，有 bug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怎么会？重读一下。高画质的部分的话，音讯轨好像哦，没错啊，是 bug。好，遇到 bug 的话，就是把它关闭重读，这个地方关闭，这样子。哦，没有出，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这边的。哦，我们要点到这一个我们自设的，没错是 bug，哦，变灰色。好，修改之后，没错，MP4，好，OK。然后把它读出来，OK，好。那音讯轨的部分就是用这个
好，音讯轨的。好，注意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个音讯轨，我们要看一下绿色这个。好，锦衣是代表那个音讯轨的那个第一个，就是预设轨道。哦，然后是5.1 CH AAC stereo，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双声道，也可以叫立体声，44.1128。好，OK。好，储存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换一下，换字幕。好，换字幕。那这个视讯轨的部分有没有？参考一下这一篇。我这里面的那个底部的那个参数设定，我有将这5项个别 key。好。好，之后接下来是音讯轨弄好了嘛？然后接下来是字幕轨。字幕轨的部分，因为是那个内嵌，也就是所谓的将中文字幕烙印在那个视讯轨上。那在前面几篇有说过，是在这个步骤，视讯滤镜的部分，它会自动的烙印上去。内嵌的方式是前置作业啊，就是在这个步骤将字幕写死到视讯轨。好，好。然后再进行这个影像的编码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用这个，我记得是那个普通话的，好像是这个吧？勾一下，切，然后这个勾这个，哦，这样子，勾这个，这个就内嵌了。就它的作用就是，哦，你可以停在这上面，将字幕烙印至画面上，这样子。好，OK。那这怎么判断这么多中文到底哪一个是我需要的？参考一下这一篇，我里面有说明。好，那这个一样了，都有说明了。好，好之后就是那个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参数是比较复杂一点。原则上就先用它预设这样子，好了之后就点那个编码，编码之后它就会开始跑了，这样子，OK。那我现在再讲另外一个范例，如果要在手机上播放，用480p，哦，这边的这个范例是 720p，用高画质的，哦，DVD 的 DVD 哦，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这个影音转换就是在那个展容量嘛，那一般 DVD 是4GB，你把它展成那个三分之一，大概是1.5G 左右，有没有？1.3G 啊，有没有？4G 嘛，4点多G，你除以三呐，就是三分之，大概是1.3G 的时候，你觉得还不满意，调这边，那个这个地方是叫那个画质的取样啊，它这边是翻品质啊。那这个地方，哦，有没有？这边用 720p 就可以。再上去不如调整画面的取样率。哦，画面的取样率就是指这边的这个，你可以把它再调低。这边的意思是相反的。注意看一下中文字，这边高画质，你越往左边调，那画质越高啊。但是占的容量越大，你可以一般19的话，没有压出来大概是2G 啊，好2G 左右啊，这样用这个，它预设这个就你先压压看这样子，那你觉得这个大概是压出来是那个1.3，你用这个参数，因为它是用21啊，然后它是用 main 这样子，那这个是高画质的19。嗨，这样子，那这个大概是接近2G 啊，那这个是大概是1.3啊，1G 左右。好，你先用这个高画质压这样子，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影片你容那个你要弄到1.3，你觉得那画质还不太好，你要再把它压到更高一点的画质，就用这个 HQ 这个，
就是调整这一个就可以了。哦，它是使用更好的参数，缓慢。那一般压的话会是影片的2倍时间，这样子。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用手机上播放，好看你是要在那个安卓，或者是那个苹果的那个540等等的，这边都有啊，或者是你直接用这个这边的480也可以啊，就是那个尺寸啊，480啊，这样子，那我就用这个啊，定存为。啊，这边就是参数的参考啊，然后你就是点击一下，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，假设你要在手机上播放，啊，就是参考它的参数这样，另存为这样子，然后第一个动作，缩放字幕标大小，要不然它那个不会去调整那个画面尺寸。储存这样子，那封装格式改 MP4，好，音讯编码，哦，没有变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地方切一下，或者是你使用48192，好，192。那我现在是要把容量载得更低，所以用44.1。现在那个大部分是44那个。音讯轨的取样有没有？它是44.1，或者是用48，只会看到这两种。那个听不太出来啊，听不太出来。然后立体声这样，然后景一第一条轨道，然后5.1的那个，这是来源的意思啊。好的，然后384取样5.1声道。然后这是编码器 AAC 双声道，取样44.1，品质128，好了之后储存，OK 之后，然后选取没错，一天就是一格一格这样子，这个就锁起来。现在音讯轨的部分就是这个嘛，好了之后再来是字幕轨，然后。点击一下，这边勾一下，然后那个中文这样子，然后点击一下编码，然后它就会开始跑了。好，那我现在用这个啊，那我简短一点哦，要不然要跑很久。我转一个范例啊，7分钟的，好，OK，然后这边改名，点击一下这个。改一个 CCC 啊，VVV 啊，OK。那这个改名我在前面有说过，你要点到别的地方，你不要给它游标在那边闪。好，之后就点击一下编码，它就会开始跑，这样子。好，因为还需要点时间，等好了之后再说明。好，那个因为我要。因为我这个是范例啊，所以说节省时间，所以说我这边才截一个那个，就是裁切时间轴啊，截取需要的部分。好，原则上那个你是要弄那个整段的，哦，整段的，哦，就是选取最长时间的来做全部转换。因为我是要节省时间，所以说我才截一个那个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做说明，这样子。那原则上你是要那个整段的这样子，整段的，那个转换整那个整段的时间，从那个。000到那个结束的时间，然后这边是总时段，这样全部的，就是那个影片的长度是那个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是这个前面也有说过啊，前面的教学这里有没有这个 VVV
那你转换出来的那个影片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因为我是要用在那个手机上播放啊，所以说才480这个。啊，你要那个，因为我这个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听声音，要不然我的这个诊断会被截掉。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这个影片转换后，你要给他听一段时间，去确认，因为我们转换影片最怕遇到的那个影音不同步，那个你转久就是一定会遇到啊，它原因不太清楚。那我这边还会再补上一个那个问题说明啊，我到时候再补在这里，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就是所谓的那个，应该是那个编码器啊，编码器冲突，或者是你执行其他的程式，软体冲突，或者是那个就是有冲突，会造成那个影音不同步。它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叫做量化的。它前面这里正常，中间开始跑的，哦，中间会跑掉，然后尾巴会落差更大。所以说，你这边你要给他听一段时间，就是确认一下声音、跟视讯还有字幕轨这三个一定要同步，前、中、后，你都要做检查，你要听一段时间，好，因为会碰到那种量化的，你不要只听前面的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你要前、中、后都要检查。这个，要不然你遇到那个量化也没有，你那个就白转了。你那个转换影片最怕遇到的问题就是不同步。那个你只要遇到那个，你整个影片都白转了，这样子。好，自动关机你要知道一下，然后这个宕掉卡住，这个会遇到，要知道怎么处理。那总结这个，在前面的说明有说过，我们转换影片有没有比较最难处理的部分是字幕嘛？所以说我教学有没有，这里面的教学是用那个字幕来切的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在转的时候，你要自己知道你到底是要转成那个 MP4 格式还是 MKV。那 MP4 格式就是所谓的内砍，或者是叫内嵌。的方式，就用 MP4 格式。那你要用内挂也没有，因为现在的那个影片很多都是那个多国语的，你要弄成多国语的话，那么就用 NKV 格式。好，这两种你要区分清楚。好，就这样子。OK。好，那你要那个抖内的话，就用这个连接；订阅的话，就用这个按钮。谢谢大家耐心收看那么长的视频说明。